双子座一周运势，10月30日到11月5日。事业，双子座本周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，越到周末越顺利，部分双子座能得到上司领导的赏识和帮助，在事业中可以多运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，还有的则是有见地的洞察力，为自己铺路，缓解提升压力。不过前半周跟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，工作环境也容易有多变的情况，总有临时事情打乱你的计划。财运，双子座本周前半周财运还不错哦，会有收入进账，不过在偏财方面并不是太理想。爱情，恋爱的双子座适合带恋人回家见父母哦，或者是一起制定未来蓝图，享受家的安心。已婚的双子座则很容易为了家庭琐事不开心，别承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事情哦，会让对方失望的。单身的双子座恋爱运势还不错，可能会有家人安排的相亲。